万一敲错门的，进错教室，不喜欢这个范本怎么办？有没有一个新建？有。你觉得有没有跑出来了？有。那因为你按的是新建，所以你刚刚那个还会留着？不会。会留着。你如果按首页就没有了，这样了解吗？哎。哦，所以你按一个新建，你可以重新选。那你两个再去挑一个你喜欢的嘛。这样有没有问题？没有没有了齁。好，所以请你试看看哦。